在我身后呢，就是云林虎尾婆婆的店。是呢，这个婆婆啊，她80几岁了，然后呢自己开店卖肉燥饭的嘛。有经济不好的学生呢，这个婆婆也会免费的供应餐点给他们。然后呢甚至啊，连米啊、衣服这些东西，她都会送到偏远地区给需要的人。今天晚上，好吧，我们就来给这个婆婆一个。大家好，我是卢哥。那在我身后呢，就是云林虎尾婆婆的店。这间虎尾婆婆的店主要贩售传统小吃，价目表相当佛心外。这位婆婆行善多年，热心公益，店内更挂满许多感谢状。这回如哥要来给虎尾婆婆一个惊喜，衣服这些东西她都会送到偏远地区给需要的人。我刚刚呢把自己化身为饕客进去品尝了一下，一进去我就跟婆婆说，婆婆我要一个卤肉饭内用。那婆婆拿着那个大碗公那个饭一直咬一直咬，我就跟婆婆说，婆婆搞完了，今天搞完了，不用了，太多了啦。他的饭类、面类一律20，汤类一律10块钱。我刚点了一个猪肠汤，你知道他那个猪的肠子是多到满出来的那种，然后还有加一大块排骨给我放在上面。刚才我们据可靠消息得知，婆婆她从1点的时候就会在这个店里面开始忙东忙西，然后4点开始营业。今天晚上，好吧，我们就来给这个婆婆一个最大的惊喜。好，各位，我跟你们讲，现在时间是半夜的1点04分，好吗？那我说要给这个婆婆惊喜啊，就在此时此刻。这个惊喜是什么呢？就是我身边呢、已经准备了几名壮丁来跟各位介绍。第一位，我们的欧妈妈，她号称的高雄黑木炭，元素周期表在她身上你可以找到。重机界的小王子，看他这个汗臭，你看牵得动一台600cc 的重机，这个也堪称人生奇迹了。再准备介绍下一个压轴重磅，他曾经打过 WWE。好了，那我今天呢就是带了这几名壮丁啊，然后还有几名漂亮的美女，我们等一下就是要去陪那个婆婆聊天。我不是你们备料给我吃哦。没想到十九，你准备等到十九？可以来一下，备料给我们吃嘛。你们等一下知道这个婆婆的故事，你们就不会这样讲，好不好？好，好呀。等一下在路上，我再跟你们娓娓道来。半夜的2点47分，我们现在跑到云林了。你现在要搬过去给他？对呀。那你们怎么不睡觉？睡不着，想你啊。乱嘴。真的啦，我90岁了，你想我干什么？跟着我来哦。好，跟着婆婆。你们两个睡觉。跟着婆婆走。你们两个睡觉。更好。五哥的还是五哥的？我们从高雄来的。要干什么？来找你的。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啊，我今天有来吃午餐呢、啊。超好的孩子哎、欸，我真的是来，我今天中午有来吃哎、欸，你忘记我？真的、哦。我点那个卤肉饭，啊，我一直跟你说饭太多了，饭太多了，吃不完。这是你，记得我吗？记得。这个帅脸，嗯，很帅，很帅。啊，婆婆，你现在？现在我们要去拜拜，快去拜拜，然后要跟我去拜拜。走啊。他、啊、会很远吗？我们用来好，抱歉抱歉，婆婆，你看我们这边超级多东西。婆婆，你辛苦了。婆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好心。婆婆都没有在船里面。你可可打电话跟我照的。那你们先提要谁给谁？婆婆，如果你出来选，我一定投给你。我说真的。我老了。你要是出来算哈，我已经叫我的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妈怎么保你？婆婆，你现在是要回去开店吗？我要去开店了。走啊。走。你看我今仔日。我大家做伙来，就是要陪你，要去，要到一个咯。你们可以去跑路啊！跑路就不太好了。婆婆，那我想问一下哦，就是你这样子就是做多久了？30年。三十年？65岁退休多少年？60岁一直做到现在90岁。哇，30年呢！比我这一生活的还要久。对呀、啊，婆婆，那你
你这样子的话，你是固定休礼拜六、礼拜天的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没有，都不休息。每天都不休息？不休息。是哦。要有骆驼的耐力，狮子的雄心。哦。全年无休哎。休一些穷人家。嗯。没得吃的，你去要给人家吃，人家也不给吃啊。我们要牺牲小我，完成大我。你都卖这么便宜啊？这样子你买菜的钱什么的，又买食材，会抵消吗？抵消了。对啊，今天就想说找我哥啊，然后小姑、波火，身边的一些朋友，就是大家一起来，可以啦，帮帮婆婆。假如没有来的话，也是在家里玩电脑，还不如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。今天会不会？不要撞到人家车子。这个手要这一手换那一手，是手转不是人转。对。对。到底是干嘛？你很 low 哎。在那边转，多麻烦。属蛇的人都会两个人走在一起。你讲车可以听哟。皮肤。哦，不是车可以听。皮肤啦。哦。七个老婆，两个人弄的。他会娶两个、哦、说了，比如了一个人娶他了，他还有第二个人娶他哦，没有啦，作用。我应该现在 要找什么样的生肖会比较好？找一个什么？龙的哦，你讲恐龙哦？你知道吗？阿娘，你叫我找恐龙妹哦。婆婆，那你会希望很多人来你的店里吗？哦，我们找个家哦。好了，婆婆有讲哦，不要再抵抗要骂我。婆婆，我认识柯文哲，我有不好的预感。你打电话去叫咩？我现在我去打电话。人家现在在睡觉。素兰，素兰，素兰，好了吗？你看，婆婆你好，照的那个冬阴很好吃的。哇，这个里头有猪心，哦，五分钟五斤多。这是黑白切吗？对。按那啥啥空，一盘就好、啊、婆婆一盘就好。对，我们还要吃饭，我们还要点对饭。对呀、啊，都不一样啊！吃下去不要把脑过吃不完，他们一盘十块，我们去。我们一盘十块。这在餐厅起码卖五十吧？啊，超过吧？十输七八十吧？七八十吧？一百八吧？而且比这个更少。你讲真的，我们可能一百块就直接喂饱我们八个人呢、欸。真的。超扯的。八个人，婆婆妈，我儿子吃不完的婆婆。那个卖学生都十块啊，社会人要一大盘三十块，学生一大盘。哦，这个十块，二十，30，60，20，70，80，90，90，90，不到一百，加钱吧。我要付钱。不用啦。没有了，我要付钱。好了，一言五十吧，你那么多钱给我干什么？是啊，你们都还没赚到钱，没有啊？你我觉得这个，你说的嘛，这边可以让你去买菜啊。我不是，可以买米就去。你买什么？买米，你没看那么多人都给我要。对，我们一起做功德。对，你们年轻人要用心的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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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